所以关于这一点啊，古人的解释各有看法，而且有些很刻板啊。我们现在是完全按照经文啊，我这个解释不是我自己发明，我根据太虚大师的楞严经社论跟研究啊，我认为他这个说法最正确。如果说是单指这个劫吗，这六个劫啊，佛在打劫的时候他并没有标记啊，他没有标记说哦这是第一劫，把它写上第一劫，第二劫写上第二劫呢，这第六写到第六，这样才不能颠倒，没有嘛。既然没有，如果这个劫单看这个劫的话，我把第六变第一有什么不可，有什么不可。我现在不要从这边看一二三四，我从这边看一二三四还不是一样，不是可以吗？所以这个比方啊，你不要死看这个比方的地方啊，他只看这个六劫，他欧拉明明说终不啊止啊，终不超过七，他不有又不停在五，为什么刚刚六呢？他为什么刚刚只是六个？表示六根嘛，这个表示六根就不能加一个，也不能少一个啊。人是六根具足嘛，现在是对人道说法，所以这个横看就是比六根，比我们就六根。但是你不要把它看成哦，那是不是眼睛上有啊？然后鼻子上的不是这样，只是说横看六根，众生有六根，而这个六根就是众生的生死结缘啊。所以前面一开头，十方诸佛都说生死结根是他六根，安乐妙常是他六根。那么这个比方就是比这个生死结根。生死结的六根就是这些东西啊。那么有些注解硬是不认为是讲六根，他自己想出一个办法说这个六结就是消除烦恼的六结有六个次序，错的，不是这个样子啊。各位如果有社论有研究，你细细的看它里面有所说明。这段文讲了那么多话，刚才一节课的话啊，这些比方就是比方说众生有六根，这个六根就是生死根，众生就是由这六根去起惑造业轮回生死。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下面是要说解决的方式了。看这经文啊，我必定要把这一段文弄清楚啊，才有一段落，这个不能留一点点留下子，因为不好接啊。看这经文，佛告阿难，你必嫌此六劫不成，愿要一尘覆云何得啊？那你毕竟是不希望有这个六劫嘛啊，必定会嫌弃啊，有这个六劫啊很不方便啊，那么希望成为原来的一啊，不要有这个六啊，那么要恢复原来的一，愿要希望恢复原来的一啊，不要有这个六啊，要怎么样子才能成就啊？覆云何得？阿难言：此劫若存呐、啊，是非风行啊。这个六劫如果存在的话，他们就有是是非非了。怎么说？宇宙自身此劫非彼，彼劫非此，眼界不是耳界，耳界不是眼界，彼此互非啊。如来今日若总解除啊，劫若不散，则无彼此，尚不明一六云何成。如果把这个六劫比方的六劫一一解开的话啊，一尚且不可得，哪里还有六啊？这个一不是六阶的第一的一，搞清楚啊，这个一不是六阶的第一的一，而是指金的一条，金是有一什么一心，众生的一心啊，源于一心名的这个一心，这个一心分成六合合啊，我们在众生有起惑造业有这个六合合啊，如果解除了烦恼断了，六一尚且不可得啊，那么一也不可得，尚不明一，哪里还有六啊？六缘何成？就是说如果解决之后六的名字就不可得，六根复用的时候六也不可得，何况还有这个六的分别吗？
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连一也不可得了，别说是六了。佛言六劫一亡，六劫一亡亦复如是。六劫解除了连一也不可得的亡，亡就是一也不可得，那么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样子啊。下面说说众生这个结根的轮回生死根源，由你无始心性狂乱，是我们这些一切众生心性没有认到真如自性啊，没有认到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发狂起乱。什么狂乱？贪嗔痴，贪嗔痴等这些烦恼发狂起乱，造无量罪业啊，所以知见妄发，邪知邪见，所有的错误的见解啊，由希望中发出很多，发生，发妄不息，众生的妄法没有停止，一直发出来，劳见发尘呐，劳就在尘劳之中，累生历劫造业累劳累，发出很多很多的尘劳烦恼，如劳目睛，这有狂花。好像眼睛老累了，看到空中有狂花啊，这狂花就是空花了啊，漫天金星的那个狂花啊，因为眼睛老了发现狂花，如果眼睛恢复正常了，狂花就不可得。那么如果六劫了，一也不可得，心地本来清净，一也不可得。因为众生在沾于沾精明呢，无因乱起，沾沉静，众生心性本来沉静的啊，存一精明的这个本体之中，无缘无故生起这些烦恼啊，无因乱起，就是贪嗔痴的生起烦恼。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槃，皆即狂劳颠倒花相。众生现在在一切世间中啊，有山河大地的依报，有生死涅槃的正报，都是这些烦恼升起的狂劳颠倒的这个空发之现象，说明这些生死都不死，生死都不死。这里特别注意那个涅槃，各位要特别注意那个涅槃，生死涅槃等空发，永明大师说的话，生死涅槃等空发，生死不可得，涅槃也不可得。涅槃是对生死讲的，没有生死涅槃哪里来啊，生死与涅槃都是空花啊，生死涅槃等空花的话就是从这里来的啊。因为众生有生死，所以佛说有涅槃，对生死说涅槃，因此啊，这个声闻人直破我执，还有法执他就执着有个涅槃可证，他要证那个涅槃之国，他不知道那个涅槃也是空花啊，所以声闻人执着这个涅槃法。那么意思不但生死是狂花，涅槃也狂花啊，所以如果到究竟啊，佛也不可得，这是最高的境界，现在在我们凡情还不能说到这些。这是说众生生死根源如此。
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就是要关心人类与一切物命，让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。离苦得乐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佛陀给我们的教法，智慧与慈悲，运用佛法来帮助自己跟其他的生命远离痛苦，获得安乐。所以只要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一切生命都有离苦得乐的可能。因此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保护一切生命。护持请洽各地中心、道场、讲堂、书房，或洽03-989-8686、07-221-2323，划拨账号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收看爱护生命卡通。